已婚情郎十一小时被插七刀，伤人女学户疑涉背夫援交，女学户狂插情郎七刀案上周被法庭裁定五项罪名全部成立。案情披露，女学户早年已婚，并搭上有夫之妇大搞婚外情而种下祸根，但系原来佢更加涉嫌背夫做援交同埋私影模特儿。本案取得一批资料，揭示有人曾经以真面目喺网上拉客。至于男事主的感情生活亦都相当混乱，而今次血案的导火线就正正同援交有关。想知更多内容，请留意最新一期《东周刊》。